啦，果然是德国足球界的传统劲旅啊！嚟啦，拜仁慕尼黑对利物浦。班哲文、帕华特、多列斯卡，个波传向左翼，云迪即刻，安德鲁罗拔神一个长传啊上前抢，个波喺佐敦轩达神脚下，罗拔图发明路。攞到個波仲有空位添，沙迪姆喂有機會啊！基拿比好快咁向前傳，京士利高文身位舒蝕啦，羅拔圖發明路，軒達神。多列斯卡、基拿比踢埋上去，亚历山大亚诺特、轩达神、法宾奴、沙迪奥文尼、轩达神整脚直线起跳啦！好波啊！打破僵局嘅一球啊！利物浦呢啲快速嘅小组渗入咧，你睇下已经猜到滚瓜烂熟噶啦，亦都直接帮助佢哋增加咗入波。利物浦打开纪录啦！啊，场边未入场嗰啲球员咧，就好似冇咩反应啫。不过断估佢哋都应该几 happy 嘅。沙迪奥文尼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揿脚地射门啦，好机会啊！呢个波传得好，哇！呢个割草式嘅射门咁叻都唔入啊！多列斯卡、班哲文、帕华特、多列斯卡、保定、纳拉巴。个波喺汤马士梅拿嘅脚下，戴维斯向住侧翼，劲士利高文，边度会追到呢球波啊？我哋踢波定踢人啊？犯规啦！云迪即刻，法宾奴，安德鲁罗拔神。沙迪奥文尼个波而家喺轩达神度，直接长传，呢个直线靓啊，穿过咗中路，哇，跑得真系快啊！呢个进攻啊，走位靓，后防球员咧亦都守得好啊，受惠嘅咧就系观众啦，有好波睇。牙膏，高文做得好，解除危机啊！截咗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。安德鲁罗拔神，法宾奴，提牙膏，亚历山大亚诺特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。利云道夫斯基俾人吹越位啊！高美斯、云迪即刻、安德鲁罗拔神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轩达神试下压埋去啦！踢个地步睇你呢下啦，林门一脚送大礼俾对方都有嘅。啊，走位啊靓啦，最后一步啊竟然入。多列斯卡
巴哲文·帕華特。阿拉巴位置感一流，綁住呢一球波啦。基拿比、利雲道夫斯基加速前進，後防做得好啊！如果喺呢度唔搶翻個波嘅話咧，都幾麻煩。我覺得佢自私咗啲咯，明明旁邊仲有咁多隊友。沙拿嘗試喺右路一直衝落底，阿拉巴睇得好通透，截走啲球波啦。高文位腳直線，哇！有驚無險啊！個波就去咗哥列斯卡腳下，傳翻去轉頭射門。個波會去邊咧？有機會傳入去啦！哦，上半場完啦噃，兩隊只係相差一球啫。其實領先嘅都未算穩陣啦，落後嘅都唔係冇得追嘅。我諗球員同埋球迷咧都好滿意而家呢個比數嘅。問題就係可唔可以 keep 到完場嘅啫？利物浦可以開開心心咧結束上半場啦。嗱，而家領先1-0嘅。好，再次開波，領先一球係好大意義嘅。軒達臣呢一球係俾得麻麻地啫噃。嗱，佢走位走得好好啊，不過我諗佢對於隊友俾波嗰下就唔係好滿意咯。戴維斯、哥列斯卡攞到波啦。哥列斯卡相信而家個心情咧都唔多好啦。硬是擺脫不到對手的。哇，對手呢真係 mark 得佢好緊，黐到實曬。咁樣搞法，佢可以走動嘅空間梗係少啦。係，而家可以反擊啦。哥列斯卡完全唔怕同人碰撞嘅，快速進攻啊！截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員真係好夠警覺性啊！基拿比。戴維斯防線守得好啊，根本就冇機會。羅伯圖發明路，沙迪奧文尼，這個直線靚啊，得唔得先？再嚟多次，入咗，領先住兩球都怕請安全啦啩。紐亞第一下個反應算唔錯啊，但係就撲出不遠啦，冇辦法清走啊。啊！佢好嘢喎，佢諗到龍門可能會甩手嘅喎，結果真係俾人咧快步咧埋咗去入埋添。
利物浦，连入两球，而家领先2-0。而家嘅情况唔同晒啦，其中一队好明显控制住场波啊。多列斯卡浪高呢个波，金美智拿发个波，亚历山大亚诺特向前传出。罗伯图发明奴攞到波啦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传埋去中路，机会嚟啦，起脚踢出呢一次重点，又入一球啊，领先3球啦，点睇都冇得追啊！纽亚挡得到一次就挡唔到第二次，无论你系唔系前锋都好啦，大家都要预计咧，龙门系有机会咧系接唔实个波跌翻出嚟噶嘛，一落到自己面前咪就入波咯。利物浦遥遥领先3球，多列斯卡呢队嘅表现都几稳定下吓。汤马士梅拿攞到波啦，罗伯利云道夫斯基呢一下够晒睇头啊！嗱，禁区入边咁多球员，好难喺咁嘅情况之下入到波嘅。传个波入嚟，纽亚大脚解围，呢球波挡得好啊！沙迪奥敏尼呢球点咧？哇！球员同班球迷都嗨到爆啊！呢一球波啊，直头易如反掌啦，喺正个龙门前面吓任紧。哇！班后防表现真系好差，点会俾人喺禁区入边系咁猜咧？都完全唔啱噶啦！阿教练唔知有冇爆血管啊？喂，好似大人虾细路咁啊！多列斯卡、金美智，一个长传啊，上前抢。杜格拉斯哥斯达，咦，个波出嚟啦！罗伯图发明路，轩达神，提亚高艾简达拿攞到波啦，咁样嘅传波唔得噶。基拿比，个波喺哥列斯卡脚下，金美智。杜格拉斯哥斯达就攞到波啦，个波飞出嚟，好快进入射程范围啦。罗伯利云道夫斯基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，俾啲压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。利物浦嘅中场防守真系滴水不漏啊！班哲文、帕华特、多列斯卡、金美智、基拿比、多列斯卡攞波啦噃，多列斯卡呢个波啊歪咗。时候要禁制换人噶啦，啊！而且两边一齐换噃。云迪即刻，亚历山大亚诺特，沙拿，好快咁向前传，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。多列斯卡直接长传，个波喺杜格拉斯哥斯达脚下，哥斯达整脚直线。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？個波而家喺羅伯圖發明路腳下反擊啦，踢埋上去，基拿比入到嚟啦，完場啦，
利物浦呢一场真系赢得非常之轻松啊！揿住对手踢，对手想还手都冇得还啊 ！Kimman 点睇先？今日赢波呢队咧，见到佢哋咧喺两边嗰啲出波咧，组织咧系好劲嘅，终于咧都系令到对手投降啊！补充多一句咧，就系两边出波呢种打法咧，你睇落就好易啦吓，亦都好似好好睇啦。其实咧系需要队波好有默契先得嘅。好，时间差唔多啦噃。喂，今日多谢晒 Keyman 啊吓，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啊！